我们这个糯米带回家的话呢，就是到时候我们送礼啊，就或者说阿婷，或者说我结婚的时候也要这个糯米的啊，嫁妆啊，你看这样子，哇，大棒大棒的，对的。阿婷，我女儿也像你一样大，可不会干活，更不会干农活了。现在很多时候条件好了嘛，是不是啊？大家就是能让，就是大家能让自己家小孩，哎呀，来怎样这样子的？哎，那高度啊！嗯，但条件好的话，我们能少吃一点苦，少吃点苦啊，因为真的太苦了啊，有时候吃的苦啊，很苦的。像我们这边干活的话，很辛苦的哈。那这样子干。嗯，对了，抓鱼很厉害的。等一下啊，你先画到你的猴，阿婷，你画到你的猴，画到你的猴，你的猴，老师断你的猴哥。你看，阿婷，阿婷手上又一把，哦，又一条，滴滴嘎，滴滴嘎，鱼苗哈。那个是鱼苗，阿婷得一条啊！谢关注，但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关。你看，都在捉鱼，都在摸鱼，看到没有？拍个照片啊，发个朋友圈先，发个朋友圈哈。哇，是不是、啊、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这边很幸福的，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很幸福的。嗯，这里有一个，也有一个。喂，你们哪个？你看我们这边是不是很幸福，哥哥姐姐们？你看现在都在摸鱼，都在摸鱼啊！我们那个糯米我们收差不多了，糯米收差不多，都在摸鱼啊！哎呦，又一条，又一条，哥哥姐姐们，又一条。嗯，姐姐发的朋友圈我都看不到，我没发朋友圈皮耶。一般的话我就是录下，我录了的话我就会发那个发那个抖音，很多抖音的作品都是我一边直播一边录的皮耶。谢红哥送的灯牌哈。对的，就是有一些鱼苗的话呢，是有些鱼苗是一年前的，有一些是今年的。这个大，哦呦，这个大，这大棒的看到没有？这个比较大，这个山伯抓了这个，可以的。山伯也是小高手。山伯也是小高手啊，也是摸鱼高手。你看山伯，还有妈妈也在，妈妈也在这里，然后伯妈在这里拍抖音啊，也在发个那个朋友圈哈。但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吧，给我们贵州这边的农村生活是吧，我们点播关注哟。哎呀，我们不定时不定点的啊开直播分享农村生活。阿婷又上一条了，你看现在三个又得一条，又得一条啊，山伯又得一条哈、啊、但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播免费的小关小注哟，感谢各位哥哥姐姐们支持哈。谢谢零四十二送的玫瑰，感谢关注点一点，哥哥姐姐们这边全是在摸鱼的，全是在摸鱼的。嗯，你看谁他的朋友圈不让我看，我都没发百万，我都没发还不让你看。哎，又一点，哎，嗯，和融水一样是不是啊？鲫鱼没有啊，都是鲤鱼放的，就我们这边叫稻花鱼啊。你看我，所以我们这边很幸福吧，哥哥姐姐们，我们这边幸福感，我觉得黔东南的那个幸福感很强的哈。嗯，哦，听到声音了。对呀、啊，摸鱼好热闹。嗯，我们这边农村生活都是这样的。今晚山伯在煮什么菜吃？我暂时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回家才知道。山伯在这里，对，我就觉得很幸福的。谁大家说我们这边条件怎么样怎样的？我说我不觉得呀，我就觉得我很快乐，很开心啊，是不是？我这边生活很好啊。摸鱼，看你们摸鱼是，哎，哦，两条，哎，哎呀，两条放进去了，后面等不到，后面等不到，后面等，没摸一下，你去摸一下看一下，流摸挺慢慢走啊，感谢关注啊，嗯，对的，今晚吃鱼哈，大吉大利，今晚吃鱼是不是哥哥姐姐们？百万你还差点意思，姐姐都不太肯定你，没有呀。我很肯定百万的。山伯你好，女婿向你问好。嗯，先把这个放过去。嗯，杭萨也有的，杭萨也有的。但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啊，装进去了。对呀，不知道百万能坚持多久是不是。
嗯，你看这么多哥哥姐姐们，这么多呢，就这样子的拿过去呢，然后现在拿到这个网网，拿到那边放啊。哇，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啊，想吃鱼的话，我们自己家里养鱼哈，基本都是自己家养的，所以说很少去菜市场买啊，菜呀那些都是在家里面啊自己种的啊，自己种的。得这么多呢？得这么多，哇，大帮的，今天真的是。是不是、啊、这么？你看山伯妈，伯妈拿过去了，拿过去放了。嗯，坚持到第九天才可以的。留到过年吃就太多了，过年我们还有小鱼苗啊，过年还有。因为我砰的掉下去了，我让你走阿婷。拿去哪里？拿去那边那个水，就是那个水过来的那里放，拿到那里放，再摸一下啊。感觉一下。别那种。这些都是，对，今年大丰收了，哥哥姐姐们，再搞一下，大家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播免费的小关小猪吧，哥哥姐姐们，丈母娘在那里，这个是丈母娘，然后这山伯那边走过去是山伯妈，然后嘞上面是我们家的村子啊，我们的寨子在上面，哥哥姐姐们，寨子在上面哈。糯米，对的，糯米酿那个甜酒是很好喝的，我特别爱喝。呀，上次我看到谁酿了那个糯米呀、啊？糯米那个什么糯米，那个什么那个糯米酒啊，就那个很好吃的甜酒，很好喝的，我特别爱喝。对呀，多真坚持久一点，是不是啊？也希望我在后面的每一天都能看到你。哎呀，有点浪漫了。有点浪漫了哈，这是什么地方？那么高的田地，我们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哥哥姐姐们。贵州黔东南这边啊，就是那个春超呀、春蜜 A 呀，都是我们黔东南这边哈。什么西江千户苗寨呀，那个苗族啊、那个苗族呀，很多很出名的，就是我们这边哈。咦，又一条，哥哥姐姐们，又一条，看到没有？又一条啊、那个不会的，那个不会的，它就稍稍有一股那个酒味，然后呢，就但是很甜的，我特别爱喝。大家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猪吧，哥哥姐姐们啊，在我头上右边哈，我们有个关注，看到没有啊？再给两姐妹点一个关注吧，因为我们的话基本就是不定时不定点的直播哈，每天都不固定的，有时候不播，有没空的时候我们就不播，有空的时候我们才播，都是这样的哈。姐姐还没有结婚啊，我是00的，阿婷是02的哈，两姐妹都不会那个，还没有结婚啊。姐姐也会说这么扎心的话？没有，平安。关注点一点，哥哥姐姐们哈，好像天天都打谷子，十几天吧，没有。上次我们打谷子那个农忙季节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收糯米哈。我们这边是种两样东西，一个是糯米，一个是大米，哥哥姐姐们。咦，又一条，水放水了啊、哦，没放水了，说的我的肉麻了啊、哦，原来是三条了，哥哥姐姐们，三条了。没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猪吧，哥哥姐姐们。关注点一点，赞赞点一点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哈。我那叫一步三回。嗯，像一步满格哇。去你家当上门女婿要吗？可以呀，可以呀。这么多怎么吃得完？我们这边可以用来做腌鱼哈，我们这边的特产呢、啊，就腌鱼呀，那个腌鱼很好吃的，然后还有那个鱼干，晒的那个稻花鱼干也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小鱼干呀这些的。欢迎哥哥姐姐们加入直播间哈，两姐妹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啊，从江县的，生活在贵州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所以大家给两姐妹点点关注，点点赞赞哟。哎，又一条。小克拉米，那个腌鱼的话很小的嘛，量很小的，哥哥姐姐们一般都是七八条或者说十多条，都是自己家吃的啊，自己家吃的。我们过年的时候就会蒸那个，跟那个鱼小鱼干，我们就会跟着糯米一起蒸的吃的，很香很香的，所以我们这边很多，说实话我们这边很多那个吃的东西呀、啊、或者说很多东西都很好的，但是我们都上不了车哈，上不了车大家只能看着咯，是吧，只能看着两姐妹吃了啊。今天吃鱼了，种了多少地，打了这么久还没打完谷子啊，我们的那个大米已经打完了，哥哥姐姐们，现在还剩糯米。糯米的话我家大概还有个四五秋田吧，四五秋田。
四五秋天，估计国庆呢，我们差不多都在打了，都在收了，收那个糯米。这个糯米的话比较慢一点。还有？这呢？啊，还拉哦？烤来。阿里江呗。嗯，老干。烧米直接把它放旁边，都没忘记，都没记得。没记得了。嗯。这道是摸到，嗯，摸到了，跳到尾线了，跳到尾线了吧？嗯，摸到的。也不是说这种花吧，因为怎么说呢？没带了，没有了。没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说的是摇画啊，摇画哥哥姐姐们，摇画。这就是放一个地方了。还是没晓得在哪里去哇？妈，俺有拎呢。你有拎啊？我转化呀，什么？被懒，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吃饭啊？吃饭？更矮哦，被懒更矮，转化啊。你完了。这些好买的，等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哦，剑河是吧？那好巧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哈啊！点个关注吧，哥哥姐姐们。一句听不懂，那个是壮话，壮话。贝兰跟爱，还有那个什么，顾兄蒙啊，是这样的，是吧？是不是？我会几句啊，会几句。关注我们，点点哥哥姐姐们。哦，跟爱是吃早饭哦，原来是这样的。贝野猪采了吗？不是，这是我们采的，这个糯米就是这样收的，你看收成这种一把一把的，哥哥姐姐们，回家吃饭。谢谢5800送的小人心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更矮更老哦，是布衣话是吗？我们这个是壮话，说是壮话，没有那福分哎，讲这种百万天天讲这种是不是？哦，你们喜欢这个顾兄蒙，喜欢这种话，这句话是不是？我不是刚编的，不是刚编的姐姐。但没有关注的话，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哟，哥哥姐姐们。赞赞我们也点一点啊！我不是汉族的，我是少数民族的。谷子稻谷我们已经打完了，现在是收糯米，目前的话是收糯米。不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吗？我们也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呀，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呢，是不是啊？可能有空有机会我们会出去走一走吧，但是呢我们先把农忙季节我们先忙完啊，这个可以呀，这个到时候等它干了，或者说我们把它全部都割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割一道的哈，用镰刀把它割一道的。跟楼是什么？我也不太懂哈。谢谢东哥送的小人心，感谢。我们是贵州黔东南从江县哈，哥哥姐姐们，从江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山好不好？我们的家在上面，哥哥姐姐们，家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寨子的房子啊，房子在上面呢，那里。然后嘞，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贵州的大山啊。草里面有长虫吗？会有啊，我经常碰到啊，但是不怕，你不去碰它的话它也不会碰你的，你走它也走的，是这种的，它不会主动的去来找你啊，就这样子的，大山就是这样子的。阿婷要洗头了，对，如果没有洗头的两姐妹就是每天干活对吧，那个出汗啊，头发都是湿的。是我搞一下子我就这样。对，阿婷弄一下又这样子的，手里面有那个水，有那个水哈。等着姐妹俩来黔南玩，黔南有啥好玩呀？皮耶，黔南有什么呢？不找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糯米是弄成这样一把一把的，哥哥姐姐们啊，弄成一把一把的。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跟楼是吧？好的，那我学会了，下次我去人家壮族的那个村子，我就说跟楼，哎，被蓝被蒙蓝跟楼是吧？是这意思吧？我的黑在我这里，你的黑呢？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哈，我们再抓那个抓稻花鱼，抓鱼啊，月月给大家看一下啊。
前南啥都有，姐姐真的吗？可以的，等我有空去前南玩哈。记得给我留种就可以的，我们。我们到时候的话呢，就是等它晒干，等它晒干完了过后呢，我们到时候有种子，我就跟他说啊，那我到时候再看一看啊，看一看。哦，你们是侗族是吧？嗯，我会这么几句。嗯，好的，香河诺，好的，哥哥姐姐们，前南有个靓仔叫皮爷，对的，前南有个靓仔在那边等我们去玩，叫皮爷，是不是？那个鱼能长多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边基本都是放个半年呐、一年左右的，两三年的这种很小的，这个稻花鱼啊，基本它长大了我们就拿来吃了，还小的话我就继续放啊，都是这样子的。好的，必须留电。好的，我们不一样，我知道的，但有的话呢，我就跟你们说啊。百万也来，哎呀，到时候再看吧，因为目前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因为都在农忙季节嘛，皮啊。农忙季节都没有空出去玩。没关注给两姐妹点播免费的小关小猪吧，哥哥姐姐们，关注我们点下来啊，在那点点啊，返回吧。哦，要光的。田里面有哥哥姐姐们。哦，这里有几条，这里有那个薄麻刚放的哦，小小的里，这里薄麻刚放了几条，能长一两斤吗？应该也有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一两斤的，很少有，基本都是长个最多的话就八两吧，七八两左右，然后再大我们就都拿来吃了，很少放那么久的，因为刚好中等的吃才好吃哈。以前有一条好大的。对啊。以前我跟奶奶是有朋友一条好大的鱼。嗯。因为就是那条田，我们都以为没有鱼的。啊。只有两条鱼。嗯。然后他就吃那一层那个田的草。吃那个草长大哦。然后那个是真的超大。超级大哦！下次我们两个也放一条鱼，我们不让别人抓哈，我们也放个一两年，等你结婚的话就带着在彩礼。就嫁妆给人家啊！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啊？十斤多有啊，十斤的多有是吗？你们家糯米盒太好了，勤快的人看这个糯米盒就知道了。哎呀，真的，就很多就是别的地方的那个哥哥姐姐们不知道我们这个糯米的那个重量，我们的糯米的那个分量，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分量哈，只有我们啊黔东南这边是吧？我们这附近的哎几个县城呀是吧？我们广西离得很近的都会知道我们这个糯米是很好的。你看我们这么一大秋田都是种糯米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糯米，一看就知道这个糯米的长势很好的。嗯，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啊，感谢大家的那个夸奖啊。你们煮着了没？对，阿婷都笑了，谢谢关注哈，但没有关注给两姐妹点个免费的小关小猪。哎呀，感谢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夸奖，谢谢哈、啊、这是山伯的，我们家山伯的啊，山伯家的田就好的，对，那我们下播了，哥哥姐姐们，我们就下播了哈，但没有关注我们点个关注哈。对的，晚上我们拿主页那个小号来播哈，晚上播。糯谷暂时还没有啊，扁米的话呢，我们弄过了，但打不了那个，没有那种冲的那种，只有打谷机，然后呢，它脱不了粒，脱不了那个壳壳。那我们点关注吧，哥哥姐姐们，点播关注哈，在我头像右边啊，在这里点播关注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给两姐妹点关注行不行啊？晴暖不冷啊，点播关注吧，因为我们下播了，哥哥姐姐们哈，明天再播哈，明天这个号的话我们再播哈，嗯，我们关注点起来，哥哥姐姐们哈，点个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我们就下播了，哥哥姐姐们大家拜拜。